大家好 ，ST 度咁，今次咧就系、是今日系第一日，应该点讲啊？第一年呢、這个迪士尼线嘅 Q1 列车停手啦，系啦，咁就有失就有得啦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就南港岛线都开埋啦，系啦，咁啊劲好笑啦，两条线都用同一只色个包装，都系粉红色咯。系啦，咁啊，内笼就即系个产品唔同咗啦，同埋个背景嗰啲唔同咗咯，系咯。即系我啱啱开始住笑住出嚟咯，买嗰时，跟住就系佢同一只粉红嚟。系啦，咁啊，旧云嗰啲就应该系旧云唔同咗，系啦，但系都奇都有认识啊。咁啊，当然奇余两只都有啦，包装完全一模一样嘅真系。系啦，咁啊，今次唔系介绍影片啦，当然咁啊，只系一个几好笑嘅嘢，呢个嘢系值得一提。咁就想问下大家咧，想我嚟紧呢个礼拜隔日介绍呢三格嘢啦，定系嚟紧十几号啊？13号啦，我当吓，十二号晚13号嗰日啦嘅影片就會係機場快線嘅車站指南，係啦，已經拍好咗噶啦，不過相就仲未影啦，懶得影啦，仲係。咁就想問下大家，你會想睇我介紹呢啲一模一樣嘅車，除咗南港線之外，而唔睇車站指南啊，定係睇車站指南？而我唔知九月幾先至介紹呢啲車呢啲回力車啦。係啦，咁啊留言講啦，咁啊之後嗰啲禮拜都係咁嘅啫。之後嘅禮拜，我想刮走佢啲站名啦。介紹完先睇下點，仲未開始拍片。咁就留言講想睇車站指南啊，定係 Q 版無力車先 ？Q 版無力車就應該可以不停咁隔日播嘅。如果影得切又擺得切咁 set 得切嗰啲片嘅話，應該做到嘅。系啦，尽我所能啦。咁好，呢条片嚟到呢度啦，我都要开始影下呢啲嘢啦。始终我都唔想咁超烦嗰啲胶纸，系啦，毁灭鬼样。咁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